竟然捡回来一只机器人，定制男仆。明天一起吃饭，好啊，明天见，拜拜。我是吸血鬼，来了个奇怪的家伙。嗨，阿南，我是渡边麻友应援团的渡边新太郎。从哪儿冒出来的死宅？你好，真的是机器人吗？阿南，你快点餐吧，我都要20了。这家伙，哼！机器人开始充电，我们开始吃饭。哎，我们吃完开始讨论去哪玩。KTV。KTV 啊，我才不想去。我们去网吧开黑吧。Pentakill Victory 。我反对。好脏的耳机，恶心死了！去酒吧。酒吧这种堕落的地方，我才不去。网吧才是又脏又乱，网吧、酒吧、网吧、酒吧、网吧。阿南，你说去哪？既然来了，那就嗨起来！幽灵拿起麦克风，我有种不祥的预感。这个死宅，到机器人唱歌了。幽灵想了想，两倍速，三倍速，该我了。假唱不要太明显好吗？你们看不出来吗？终于到阿南了，我们都很期待。他要开口唱了吗？阿门阿切，你看葡萄树，阿门阿门，绿地看花呀，果苗背着那重重的算了。以后再也不来 KTV 了。下周一我们直播阿南搬家，大家猜我们会带阿南去哪儿？哼哼。